いい味口に掘るやん。頼めよ、ほわ。ドブタンミルクした。那不是这样，外星人去做吧？肯定要做啊！没那说吧？你到底那说吧？没从来那听人家话。我看那个金龙哥跟我讲，我讲那话。那我他爸有军官，就复工的。我不行啊！我可以啊！把那哎，怎么可以啊？把那做个雇佣交过来，把那做。流行的，现在上海最流行的吃蟹的调料的方式，一次一次，再一次。调完以后，姓李的吧，眼的是过来帮我讲啥？伊讲，因为俺这东北这地面关掉了，晓得吧？葛末伊讲六万的事呢，就是讲能不能拿公司先付拨人家，晓得吧？叫吴峰先付拨人家。但是呢，我听到另外一种版本呢，不是为啥吴峰会得把伊趟起来呢？伊讲叫啥？伊利用那个自家营业员讲的，侬要先拿营业款，先拿公司付拨伊，伊再好拿营业款交拨了公司。葛末吴峰当然不同意了，吴峰讲出呢。阿拉又不是启动工资，对吧？但是侬账户讲，我听哦，侬为啥要后头交营业款啊？但是胖起来啥关手机哦？我不晓得搿事体，我后头为啥我晓得晓得？我帮侬，我模仿一下，我模仿侬来讲啊！哎，搿辰光我辣搿搭对伐？叶军辣搿，叶军，过来！我当时啥事体啊？我过来！我把跑过去哦，搿搭两人吵相骂，伊讲叶军讲劝架，搿手把手突然跑了晓得伐？搿我心里勿太开心，我提升我地位了对伐？我是搿种。管理层把他劝架了，对吧？我看到了，我也不管啥。哎，理解，哎，我们走吧，算了，晓得吧？有矛盾啊！洪峰看不起伊拉，觉得伊拉只不过是老板俩表弟。老伊拉也看不起洪峰，但是伊是安徽人，外地人，晓得吧？没见过世面。上海女人，啊，对呀，就看不起伊拉。伊老早是蒸汽兵是出身啊，做了十几年，讲有啥花头？讲没见过世面，安徽人讲伊，晓得吧？哎，洪峰伊拉老公本地人，钞票不太多哦。是本地的啊，那本地人啊，谁东北人，钞票不多。我老公都啥本地人 ？No， 东北人，伊拉讲个东北人，侬又不晓得了。我帮侬讲，有钞票为啥房子买了又定了？四百多块，我倒得了吃。我上次吃了碗400多块。广告呀，哈难吃，哈难吃，米也难吃，虾也难吃，真的是不好。但生意老好，但是生意老好，来火了得了。他就是名气，侬晓得啊？哈难吃，哈难吃，我没吃过噶难吃么子。我想过了干嘛？我阿刚都笑，一只女人的嘛，侬有朋友都说出来像一只头巾裹一个脚。嗯，一千两不千元。像云南风一样。嗯。我是从来不怕你们。干嘛的去那呀？送个微信噻，侬真的是杠，杠了不得了。那不样子。太了，讲了吃不消，我神经病，干不样子，重伤，能重伤。姓冯对吧？姓葛，姓葛，姓葛。葛。